狗狗的鼻子干怎么回事？杨炳宗，国家注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的鼻子干，多数是因为发烧，因为在发热的这个过程中，狗狗的鼻子不能够保持这个湿润的状态，体内处于缺水的一个情况。还有就是正常的狗狗在睡觉醒来的时候，它的鼻子多数也是干的。还有就是年龄偏大的狗，相对来说它的鼻子更容易出现干燥。所以狗狗鼻子出现干燥的情况，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刚刚睡完觉，是不是年龄偏大，是不是真的是发烧，这些方面的因素作为宠物主人都应该考虑，而不是说鼻子发干就一定是发烧。它的鼻子相对来说比小时候和青年时候干燥一些。狗狗的鼻子干多数是因为发烧，因为在发热的过程中，狗狗的鼻子不能够保持湿润的状态，体内处于缺水的一个情况。还有就是正常的狗狗在睡觉醒来的时候，它的鼻子多数也是干的，